欸，看来我们今天执行 A 计划算蛮成功的。我不知道好像有点，我们要不要开点一下？哎、欸，这里好像是巴士底、欸，没记错的话。对，我先去买个东西好了，因为巴士底进去感觉有点危险。我们又要打架哦！啊啊！咱们这个 ladies 一直在尖叫，尖叫不用钱。顺手就给他砍下去。哦哦，来来，老板，我要买东西。弄错。对，这是 PC game。等一下，你要买 PS4 也行啊，只是我目前这是 PC 的。等一下。把手故障了，我要把它拔起来再插回去。我顺带一提是，我用这个游戏把手，游戏摇杆是罗技的，罗技的 F310， 逃命随手杀，顺手就给他砍下去。丢失影格 A， 对。今天丢失163格，其实算很少，所以还在正常范围啊。哎，真的耶，那是巴士底监狱。新年快乐！烂把手，其实还好啦。够用就好。下来。没丢失影格啊，我这边上传是满的，所以应该是你那边那个下行速率不够快。没丢失啊，是你那边单人端下行速度不够快。电脑听说显卡至少要6 GTX 660以上吧。哦，巴士底监狱现在变得超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啊，还是用这个方法爬上去。有敌人呢、啊，要 A 计划还是 B 计划？还是先 A 好了。背好痛。A 计划成功，巴士都开走。对啊。这已经被肃清，然后被这些爱国同心会的人占领了。哦，他们都跑去过年了，所以留在这边的那些工人非常的不爽。哦，这看起来可以。多少钱？
250块还不错了，咱们去开点吧。B 啦，B 计划不好啊。既然是个刺客，那就一定要 A 啦。哦，我的宝箱有1000多块嘞，这个成长率还蛮快的。哪来 C 计划？绝对没有 C 计划这种东西啦。对吧？爱国同心会，因为他在游戏中他们说是爱国者，对，然后我就把他借代成这个目前我台北发生的事情。爱国同心会就是要靠刺客来解放这些爱国同心会的。好啦。哎呦，有宝箱哎！这种金色都要看一下，应该有好料。天地会，黑帮啊！黑鹰计划，哎，一一大大来啦！欢迎啊，欢迎您回来。哦，有箱子，箱子，来开箱门，开到什么箱子？塔啦！啊，1500块，好，不无小补啊。所以说，对，这任务也算解完了吧？那我们回去喽。对啊，爱国同心会，所以就是要靠刺客来这个解放他们，不要再捣乱啦！本来法国大革命路上那些穿红衣服的，刚好也是穿红衣服的，这些爱国者这个常常来找麻烦。啊，隔壁台抛弃一了，这会不会也太狠心了吧？有，历史上是的确有天地会、白莲教、义和团。看一下，我现在钱多少了？6000块还不够装修哎，试一算了。我看一下我还剩什么？5000块哦，好吧，来整修就好了。哎，全能住宅改造王，Go！We found something in the attic during the renovation. You may wish to go upstairs and have a look. Have a look. 哦，风水不好，需要开扇门。最后装修要15000块，好抠啊！好啦，这个任务先解到这边，我们去。完成主线任务。主线任务在哪里啊？好像是地下水道哦，我没记错的话。对，是地下水道。哎呦，就在楼下。哎，这是什么？地级丸，多人合作。这个，可是我感觉我现在那么废，去玩这个好像有点危险。先解任务啊。啊，又来了，这个黑暗组织的地底下。阿诺，Hello，Hello，剧情，我回来了。
Parishioners found a body in Notre Dame today. The wags are already calling him the penitent. I take it justice has been done? Not entirely. Sivert had an accomplice the night of Monsieur de Lassay's murder. 是他动的手. He struck the killing blow. This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What have you learned? He was working with a man called Le Roi des Thunes, the king of beggars. Are you sure? You know him. Of him. The beggars pay him tribute. The man himself is a ghost. We've sent three assassins after him. The first two found no trace. The third never returned. I can find him. Sivert met with one of his lieutenants. I owe it to the memory of Monsieur de Lassay to uncover the truth. Perhaps you can at that. You've proved yourself a true assassin today. And a true assassin must have the proper tools. So the concealed blade and the smoke bombs were just what you had on hand then. The Phantom Blade. 幻影之剑. A modest little update from the traditional assassin's blade. Where you're going, you may not wish to get too close to your enemies. Now then. Assassin. 贫民窟. This council charges you to go to La Cour des Miracles. Find there the Templar agent, Le Roi des Thunes. 我主角越来越强了. Secrets. And bring him peace. 让他好好安息吧. Go, 亚诺, go. 旁边老头子在点点头。 按下可以选择幻影之剑 装备之后按下LB来快速射击 哦,它是取代手枪吗? 对,应该是取代手枪 会让你的敌人攻击他们的盟友 哦,幻影之剑耶,感觉好像不错 诶,我不能选吗? 好吧,这边好像不能切换 Alan,电脑里大概有多少首咪咕的音乐? 我怎么知道? 我没有仔细算过耶 好啦,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去贫民窟 哦,看起来是这里 诶,不是 那是哪里咧? 贫民窟哪? 不管怎样,我们先出去好了。我们有新武器啦,超爽的。 幻影式射击狂暴式暴怒。 Honor。Honor。 阿龙，我们这个算序列五吗？怎么样，兄弟？<笑>幻影之剑，我要试试看幻影之剑。来，去路上找一个。 很衰的爱国同心会来杀一下。哎呦！哇！ 好，这好强啊！感觉比手枪还要更强。啊，就决定是你了。哦，这好难哦，算了。哎呀，旁边你这个是喘不过气的。 他有气喘啊。 手枪等于落伍。现在有这幻影之剑啊，好 OP 的幻影之剑、啊。
们完成一个序列的，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没有，还是只有幻影之剑而已。哦，只要完成序列九，好吧。拿双枪，变变变！所以依依是双枪派的，而不是那个斧头派的吗？拿斧头砍的。我们继续解主线吧，只是我们要，好像有点远。我在这边，我有开过点了。AK-47，武士刀啊，武士刀很 OP 啊。砍僵尸瞬秒，啪啦！哎，那边有爱国同心会的，我可以继续试我的刀吗？啊，这好像有点远呢。爆头，没中。哎，中了吗？啊，中了。哎，这幻影之剑是不管打哪个部位都直接击杀、哦，这样比手枪还要厉害。狂暴之剑，狂暴之剑才两根而已，这个到底是干嘛？哦，这附近好多敌人。欸，在那边吗？可是我现在剑没了，我觉得我要去补充一下弹药。如果你要玩 A 计划的话，一定要确保这些弹药充足啊。基本上我是这样觉得。欸，干什么？过不去。一直追，看我干掉你。爆头可以直接杀哦，它可以让大致士兵暴怒打队友。换一下钱币能带更多幻影之剑，要看一下加成。哦，只是我现在才800多块而已，没钱。
homme peut faire partie d'une troupe.乞丐之王，哎呀，俩难易度是二个，不过刚刚难易度三的都解过了，贫民窟，好暗。 调查贫民窟，好。哦，这敌人好多。 这里有点危险，绕到另外一边。军用小手枪，好像还不错。这是迷宫吗？ 调整一下，成功。哎，哦，这边敌人好多。 都不会发现。 互相残杀，是哦。 瞄哪边那也不是我愿意打，他就一定要在那边击中。<笑>
是换枪。连三发到处看看就进剧情了哦，所以不用杀人啊，好吧。那边一直在叫啊！哎，我看到了。There you are, le roi des Thunes, lieutenant. Oh, 在干嘛？哦，巨腿。Lovely, no? The good folk of Paris give more money to crippled beggars than whole ones. Le roi des Thunes isn't that bit of trivia, an opportunity to motivate his less successful employees. That man has lost a foot. 失去自己。Now you can charge in there, cause a great disturbance, and send all the rats scurrying back to their holes. Or.You can disappear 故意残障，这样可以拿到比较多补助。And follow the rats back to their king. 这个也是失败。Either way, that man has lost a foot. It's done. Take him to the clinic for a proper cauterization, then send him back to the street. Come on, up you get. I appreciate the advice. Not yet. Who are you precisely, and why help me? 干嘛帮我？I've had my eye on you for some time now, Arno. I feel it my sovereign duty to aid all those who suffered in cruelest bondage with me at the Bastille. 就是那个。And I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seeing the King of Rats. 裸体那个。Caught in a trap. 在巴士底监狱裸体那个。As to my name, I have the pleasure of being 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Do pay me a visit when you've tired of chasing vermin. Oh, he's left a lovely trail. Good luck. 牙齿好白。乞丐之王将统治这群人。等下，那个人在偷上厕所吗？哦。